说实话，我观战了这么多影视的局，这把如果说你让我在观战当中分析的话，这个局它的赢面高达 97.63%。 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直接连个电图。孩子们，我刚好像这阵容其实真的假的，其实杀谁都一样，对于影视来说掉的血都差不多。对呀，祭司不好抓呀，这图。这张地图打红光，但是你不抓祭司，待会儿祭司在中间搞点动也挺烦的呀。对，对吧？你这样想，外面的邮差呀，那个勘探两个飞轮加双弹，双弹飞轮，先拉开。你别说，抓佣兵其实蛮好的，怎么地你都得跳护壁。哎，可以。一刀。哎，不错。还行，这套阵容其实确实上来抓佣兵应该是收益比较高，又还蛮好抓的。护完耗完之后，哎，对，护完耗完以后就慢慢的一刀一刀打，直接交闪现，这么凶啊！哎呦，又收到了，这么恐怖！哎，再上个电佣兵，我看一下。他补个蓝电，因为红电不倒地的。对，他影视没有带战袍。这刀好像可以倒啊！不倒。四人分摊的话，他现在差0.2，四人分摊0.15不倒。第一刀是0.4，三个人分。对。第二刀1.2，还差0.4。对，他这边三人分可以倒，对，四人分就不倒。我得个算术高手。不是看多了，我现在对于这些记得可清楚了呢。我感觉这节奏还可以啊，对，真还可以啊，鱼子酱感觉要拿下了。对，祭司前期还消耗了一点啊，消耗了个洞。对，邮差来救吗？邮差来救，邮差没给自己上救人性啊，没上救人性。哎，顶住啊！但翻进去了，要是没翻进去的话就很香了。对，哎呀，你跳一下，他一阶不用吗？哎，追一刀，可以取消插刀，哎，但是这个电没电好，熟练度上面还是或者技能的精准性，哎，吸的有一刀，哎呦，还行，蛮香的，但是他们要都残血就更好了，都残血的话，弱化和死亡也说不动。哎，这把我感觉他要赢啊，对呀，不好说，得看看这波防守。因为佣兵手上还有个护腕，他有可能啊，对，佣兵还有26的可能性。对，佣兵身上还有一封那个信，还有个弹射信，还有一定的机会，而且这勘探员现在也过来打啊，打一刀，刀先打两个，这个要把大，哎，他们的大豆是不是取消了？对，好像取消了。把电收了啊、哦，这边打针对。但是佣兵这波的话，手里有个护臂，两波电全没中，勘探员电后，你先走。没给佣兵上刀，呀，翻过去了。但是那个刚好那个弹射性没。护臂，哎呦，这颗球有点。他这颗球是什么个说法？有没有给我个解释？他应该是想直接丢，然后丢到那个佣兵脸上，然后弹护腕，现在打断护腕，三个给扔歪了，扔远。一刀有。哎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突然把刀斜过来了？是呀，有点扭。没事。哎，屏幕被什么东西划住了。也有机会啊！对，也有机会赢。影视的局还真不好说，现在。对，我说实话，我观战了这么多影视的局，这把如果说你让我在观战当中分析的话，这个局它的赢面高达97.63%。为什么又精确这么准？哎，就是专业嘛，这些数据如果给你们分析呢，可能要写个20000字的报告，所以说我只能把最终的结果告诉大家，97.63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很正。哎，就是不明觉厉。懂了。先别奶，放心，这把他稳赢版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把求生者他们这个剩余的机子其实很难修完了，再加手里有闪现，哎呦，这闪现，对，他用手里捏有一手闪现，其实他后续的一个击倒节奏会很快，只要求生者机子又不够，这个祭司起的是台星级，还有台雨伞，
核心问题现在人你不好救，机子不好修，状态还补不了。能快速拦截。97.63，大帅的常数啊！我经常说97.63吗？以后我得换一个了，要不然显得很不专业。一次往下降，发现了是吧？这个97.63可能是我脱口而出的一个经常说的数字了。幸运数字。哎，没吸到，但东西还没断。犹太身上现在还没有气。哎，吸了一手。这边的话，祭司切蓝来帮忙分摊，不好杀。哎呦，那先把勘探员给抬了。哎，现在直接处理掉油菜好像就行了。对，哎，但是他这个降，在他这个再临，他每次再临感觉都缺点距离。来，电击能不能够？一刀把祭司串了，祭司到了。那，不好说了，这邮差还要闲置呀，而且这邮差还是个双弹飞轮。嗯，对，还有大屏障怎么？祭司起来的也快，这里有也是双弹飞轮。哎，他赛琳，哎，你这一波还不如踹板子呢，兄弟。哎，我的97.63呀，你别搞我呀。这97.63他是不成立了。没事没事，开门战他没有大心脏，勘探员没有交资，勘探员没有自己。直接开了。亮就亮了，亮了我这亮了他更好串伤害。我也没倒。有机会啊，勘探现在挂一下。好像那个血好像他俩分不了，勘探跟祭司分好像都是一刀的。祭司好像是不倒。其实应该倒。不倒，因为他这个伤害是不是1.2嘛？他是那个0.55嘛？我记得是不倒。哎，定住，磁铁弹开，有闪现。祭司这边来救人了吗？啊，闪现一刀！哎，还真不倒，我勒个豆！我很专业的呀，97.63。一刀斩就搭就加正常，对，就加一刀的伤害，他不加那个不是乘以二，对，蓝电，哎，他这里给上蓝电以后，其实就给祭司再补个蓝电，然后一刀两个人都没了，这样也行，因为祭司这样要是点的话他点不了，点门的话会上地啊，对，祭司可以给点门换，勘探没治愈，现在要感觉应该是赶能赶过去，时间应该够。他隐士怎么应该先摸勘探，先摸嘛？哎，不点门先摸嘛？讲道理应该先点门会好一点吧？我也感觉点门哦，不过他点门的话，他等于是暴露了位置嘛？对，而且打个针对就可以了，他摸谁打另一个就可以了。发勘探员。就是要给他上个电，然后把他一刀打倒。对，身上没有电，一刀斩还剩15秒，能牵制的。第一下电，又一个磁铁。哎，秒说，哎，哎呀，这几百，当不了。哎，那这是红电，有没有机会冲击掉？哎，这不会平了吧？不能吧？应该不好说。挽留结束了，哎，我的97.63呢？还有一定距离，他可以降临。鱼子酱，你搞我，我专业解说的招牌不保了。那边飞轮7秒钟，有降临，中了，有了。哎，祭司切电帮忙分摊了一轮伤害，祭司爬出去了，钢筋。哇，哎，这波帮忙分摊伤害有点帅呀。哎呀，平了，大帅，怎么说？这个怎么说？鱼子酱，你搞我！哇，我说你这把赢面97.63。